美国密西根举办了一场充满趣味的儿童赛跑，孩子们装扮成家用电器的样子，在草地上你追我赶，逗趣的模样超可爱。Time now for DTE Energies。站在起跑线上的分别是绿色的洗衣机、红色的烤炉以及蓝色的热水器。他们将跑过同样由人装扮的恒温器，然后回到起点，先回来者获胜。On your mark, set, go！ 只听裁判一声令下，孩子们立刻冲了出去。红色烤炉本来处于领先，谁知道一不小心摔了个仰八叉。绿色洗衣机也没能幸免呢。好不容易绕过会动的恒温器，孩子们开始返回，也许他们太激动竟然撞成一团。红色烤炉再度上演悲剧，眼看就要跨过终点线，他又摔了一跤，硬是把冠军让给了赶来的洗衣机。这样的趣味赛跑不仅孩子们玩得开心，观看者也是充满乐趣呢。新唐记者周琦综合报道。